求欢多贵，他就是被将归心之意啦，伊专门呢就是家人的精气啦，迄个相貌呢是真歹吼，迄个心态呢就亲像迄个翁啊共款啦，颔本呢细细啊，但是身躯真大吼，那好亲像迄个冬瓜。安尼肥肥啊落来吼，啊，脚手是细细，这种的龟形啊，形态真无好看吼，这种的体态啦，可能大家人会当想象，这种人呐真肥胖啊，啊，肥甲吼，安尼百外公斤呐，啊，这种呢真正起落济吼。啊，苦徛隆重呢，真辛苦，真呢，就是譬如吼，那用这种最歹看的形态、身躯啦，而这个求欢多贵，这种的形态来譬如呢，这种外道偏狭修行的方式吼，那这佛陀用阿呢？予咱一旦体会修行，咱爱归入正道，唔通呢，伫迄个邪道。
真固执，一个啊一个，拢安尼爬头脚又黏黏，也毋过恁甲我遐个囝拢袂比。你是谁？你甲我讲着要做啥物？我是啥物人根本都无重要。哎，对恁嘛要死啊！恁知影这要做啥物呢？你想要将我包开？阿老母，等我阿囝来的时阵，你就会无命。我会无命？哈哈哈！甲恁姐讲话足忝的呢。就安尼爬，刷刷的陪我。这种就是我那个肉仔仔，伊上爱吃的肉。哈哈哈哈哈！安尼，伊的连皮带骨拢甲伊吞落去，真是想袂到，这么美丽的女人，心肝竟然这么凶。讲啥？啊！大家都只唔是有看到伊啊！原形毕露，天上面，我上马行，戴林青。恁大家，该哦，千万唔通互伊骗去啊！哎呦，你甲看，伊分明就是一个妖怪，伊是妖怪啊！是妖怪！妖怪！妖怪也好，水也好，棒嘛好，随在恁安怎样讲。就感觉伊遮水，恁若感觉讲我就是妖怪，别人会甲伊当作是神通广大天王。这时阵个，无人要甲你比分食个啊，求慢度。
放开，将我囡仔还我好无？救我！我还要再搁救你嘞！救我！你要救我什么？钱我拿完，我拢答应啊！你也答应？我要求讲，我的囝已经枵一天啊！你将这个盈利给我，伊嘛是救一顿温饱。我就来陪伊回来去做一顿美味的大餐，但我给我的囝吃。求我了，求你，你也心为一秒，要紧啊！是安怎，你就袂用将心比心？呀，你嘛足奇怪。为什么恁都袂当将心比心吗？叫阮头，咱拢是囡仔老母，请你想看卖，假使这囡仔若是受着伤害，你敢袂心疼？我当然会心疼。假使若是有人敢伤害我的囝，我一定出伊拼命。大家都请你起来，我的立场替我想好无？叫我的囡仔听我啦。要哪呢？你为什么不爱站在我的立场替我设想？你叫我干脆为你设想，你俩是阮的囝。是啦，请你同情我，把因放开，好无？同情。我同情，呀妈嘞，什么人要同情我？伊我需要帮忙，需要可怜的时阵，同情的时阵，恁，恁两个在倒位？这，叫王导，你是在讲什么？我袂明白啊。袂明白，呀那安尼，我就讲予恁听。我每一暗拢做共一个梦，迄个梦就是我的前世，就是迄个无被人同情、伤冤枉冤的前世。各位啊，今仔日真难得，国王要重用修行人，下令全国的各师进城啊！就是啊，若是无即届机会，咱永远拢无可能进城啊。无安尼啦，咱哪认识哪位宫殿的方向行，安尼才袂浪费时间。嗯，对，国王若是介意咱的演奏，阁会用得到赏赐。大哥，也是你较巧哦。各位，咱就先安尼做。好，检查一下吼。
热，搁遐尼济人啊！哎、欸，这位美丽小姐，请等一下。是我是？啊，当然是你呀、啊！这位大哥，唔知有啥物代志？莫非？哦，你是要买牛奶？真歹势，遐牛奶人拢订去啊，我即马要送去给因。假使恁若有需要，要无你甲我讲所在，稍等，我连咪甲你送去。哦，这位美女，你误会啊啦，阮无要买牛奶，阮是受到国王的征召，要前往宫殿献艺，唔知影你敢有愿意同行？宫殿献艺？大哥啊，你安尼是咧做啥物啦？各位，大家拢知影，音乐会用得予人快乐，若是加上舞蹈，就会当予人更加愉快。所以，我想要邀请这位美女替咱伴舞、音乐、舞蹈。大哥，我唔知影你的意思呢。吼，恁哪会遐戆啊？国王介意大场面，一摆若只有咱被征召，假使讲有音乐。各有舞蹈，一定会得到王公贵族喜爱。那安尼，才能得到更加侪赏赐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大哥，也是你较巧呢。当然，也那无，你哪会叫我大哥呢？这位大哥，你真正好眼力。我是一个武技无唔对，也唔过就无拄好诶。我现在有闲在身，会用个跳舞。哦，这位美女。我未看唔到人，阮是要到宫殿为贵族甲修行人献歌，假使得到国王的喜爱，这赏赐必定源源不绝。安尼，你嘛免这么辛苦送牛奶。哦，要无安尼啦，啊，阮马上演奏，啊，你马上跳舞，安尼就知影有适合无啊。啊，如果你若是无愿意，或者是阮无满意。那呢，你就免跟我去宫殿哦。嗯，安尼嘛好，也无请各位大哥，恁演奏，互小妹试看呢。嗯，兄弟啊，开始演奏。好，呀。到底
头前的村落无望，请你带我回去。哈？带你回去？这哪有可能啦？阮搁爱赶去宫殿，哪有时间送你回去？对啊。要不我伫这等你，你请这个医者，医者来给我看。哈？请你找医者？这红高压我一时三刻，是要叫我去找医者啦？哎呦，真麻烦呢。美女啊，既然你无爽快，安尼阮嘛无勉强啊，我赶时间哦，来走，行啦。这位大哥，你唔通走，请你甲我斗帮忙，你一定会救我。哎呦，就甲你讲，阮赶时间，这边的方向，甲阮也无顺路，你该想办法啦。就是啊，这时间紧紧的，这若是耽误着，王公贵族有所怪罪，到时阵阮担当不起，自身难保，歹势，阮先来走啊啦。行啦，你救我，你唔通走，你救我。